们树立的这个形象呢，当初是非常青春的一对情侣哦，很多朋友应该也还记得。哎，我们这里也有五对荧幕情侣哦，他们每一个呢，就是给观众的感觉都不一样的，有浪漫型的啦，有酷酷的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最喜爱荧幕情侣入围的有麻婆豆腐、瑞恩、方展发。我喜欢你，不过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爱。我真的配不上你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再离开我，好吗？不要再离开我。刚刚画面上这样看这五对情侣的时候，真的觉得有一点挺乱的。原因是有些人的男朋友变成了别人的，有些人的老公变成了别人的男朋友，哎，很混乱哦。那就要看他们的功夫了，看看能不能在十秒钟内呢把关系说清楚，而且呢就是要说服观众朋友，他们就是他们心目中最喜爱的荧幕情侣了。只有十秒的时间哦，我们来开始吧。来 ，Pierre， 还有瑞恩。最重要的呢。我们在麻婆豆腐演的情侣其实是很有亲切感，然后真实的，所以基本上你继续讲吧。好，来，我们要下一组了，时间到。可以，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了 ，OK， 最重要的呢就是观众朋友喜欢你们嘛，快快呢要上网去投选，让他们成为你心目中的最喜爱的荧幕情侣。没错，广告过后呢，跟我们一起走一段时光隧道，重温一个另外一个经典时刻，所以千万不要走开了。